啊，你爱食啥物表，你知影？吼、哦，你家己去买。油啊，已经有油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家己去买，吼、哦，买就是袂错。来，啊，我祝福你，祝福你，吼、哦。哦，你一定要身体健康哦，大家都无烦恼吼。无啦，吃康胃，吃康胃就麻烦啊，大家吃多。一定要身体健康吼，啊，第二吼，啊，佫还袂好个，你佫坐咧百姓台，坐到死。我甲你安哦。好。啊吼，啊第二摆吼。你吼、哦，一定吼、哦，爱爱学佛啦，你唔好去拜鬼嘛，唔好拜东拜西吼，吼爱信佛啦。啊，对，对，我甲你拍落哦。啊，袂，我第二遍尔，第三遍。啊，袂啦，过一遍。啊，第三遍吼、哦，啊吼、哦，你吼、哦、爱活到老吼、哦，啊吼、哦，你当子婴家孙吼，啊家孙大家拢依靠你吼、哦，阿弥陀佛，哈、啊，来，我讲遍第三遍。阿弥吼，再搞看来，阿弥陀佛来，好，对，阿弥陀佛好。啊，内底哪好值钱？有啊，1500。哦，那才1500，我买好1000尔嘞。啊，你提1500啊？哦，哎，使个抽500起袂啦？哈？袂使啊。啥那袂使？啊，要照安尼。哦。要照安尼。哎，安尼要照安尼。啊，1500歹看啊。买啦，我爱过买上买，买啦。好啦，1500哈。好啦。你伊嘛咧迄块，倒是有影无影？有啊，倒是有影，较贤咧迄块。你看卖咧。无迄条，你敢安尼饲尔？啊，咱嘛是爱翕㖏。哦，啊，骗人咧，毋捌咧，即卖通家己翕啊。照着 A 啊，这个是买给妈妈的中秋节的贡品。啊你啊刚刚那个呢醉鸡那个人没有拿过来。我有买醉鸡哦，那个很贵哦。醉鸡好像是260，哈、哦、啊这个鸡蛋270，哈、哦、啊等于加起来500多块了。搞更加要第一摆，我来收起。这物件就是趁钱要害你食，要摆再搁另外搁买就好啊。人无甲你苦斗，你要摆吼，你若共讲，人自个搁另外害你吼。你听话好无？啊，唔好安尼，甲过甲足可怜嘞，拢无时无势安尼吼。咱若买物件害你，饲你甲食掉无要紧，做你甲食。免啊，免啦。他也无咧友好你啊！你个讲出一个表，喊你啊！跟你讲，人家哦，我给你，给你吼、哦，还嫌贵。嗯，这啊，你这吼爱现吃，你袂使搞冰哦。这，那我跟你讲吼、哦，这是绍兴醉鸡哦，足贵的哦。好了。哈、哦，好，啊，你先提你去扛。这个1000块红包哈、哦，我要包给妈哈、哦，中秋节哈、哦，让她自己去买饼。哎，家己爱食啥物肉饼，家己去买吼。啊，去啊，伊爱买饼去拜条旗吼，去身边纪念馆吼。啊，啥物要去拜向佛祖吼，还给家己去买饼吼。啊，我有带三粒那个柚子给他了吼。阿弥陀佛，这个1000元红包，我要包给妈吼啊，给他做中秋节。这一车哦，我这个这一车哈、哦，就当哎哦，里面有很多的番薯啦，哈、哦、什么啦，柚子啦，还有导游啦，还有那个橄榄油啦，还有那个叫什么水蜜桃啦，好像装了很多东西哈、哦，要给妈，好、哦、我要带回去。现在哦，阿弥陀佛。
水是不是很好？是不是很漂亮？来哦，来来淡水哦，刘龙来淡水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黄秀珠，耶耶。